我一跳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在等你。天不早了，有什么话明天说吧。啊，你真把我当仇人了？我来是请求你原谅我的。晴晴姐，我知道我自己特混，我做了一些我自己根本就不应该做的事情。可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 我知道你是个特别善良的人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原谅我成吗？清晨姐，你看我都这样了，我自个儿活该，我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可是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，为什么别人犯错误你可以原谅我，你就不？ 晴晴姐，你这忙啊，我帮不上。晴晴姐，这个忙对你来说，别再叫我姐了，叫的我可不舒服了。晴晴姐，你，我说了我这忙帮不上，我累一天了，我想休息了，明天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呢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 该，叫你自讨没趣儿。我愿意，管着吗？就你这样，我告诉你，要我是秦真，我早给你一巴掌了。你说你把人秦真当什么人了啊？哦，用得着的人的时候，你就上赶着；你想整人家，就去给你踹一脚。就你这样，人还想求人家秦真给你当说客呀？切！哎呀，不愿意帮我也没关系。 自个儿绕过两句，嘿，那咱到底到去一个试试？我看你非得碰一鼻子灰不可。我说燕燕，咱要点脸行不行？你这坏话说了一箩筐了，只有舔着脸去求人家，这事儿也就你做得出来。这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为了自个儿的前程，我什么事儿都能做。你还有前程啊？早没了。 你瞪两条大眼干啥？那瞪也没用啊！哎，不是燕燕，你小时候没得过脑膜炎啊？你怎么老这么一抽一抽的？不是这根筋就是那根筋，没一根筋你抽到正地方。不管你的事儿。好，算我白说，你要去你自己去去。那我不敢去，去就去。 老师，吃了吗？我不饿。
杨校长又住院了。怎么住院了呢？什么病啊？还没确诊，干校看样子是去不成了。找时间咱们俩去看看他吧。哎呀，别自找没趣了，能批准吗？看到校长这个样子，我心里真难过。我还记得我第一天来报道的时候，我看到他，他多漂亮啊！他还那么要强，这些年啊，什么事儿都追求个十全十美的，包括爱情，宁缺毋滥。这一被打倒，病也开始缠身了。他受了伤，这伤是受在心里，用显微镜是看不到的。博阳，别那么悲观。难道你真的习惯了？习惯了，也麻木了。我不饿。学会照顾自己，啊。你够吃吗？红红想来跟我学琴，可一直没来。要上山下乡了。他那么小也去啊？说是老三届的学生，一刀切。哎呀，我想带他去干校，可话还没跟他说完呢，就跟我炸了。我这个女儿啊。那川儿呢？也去？郭然想让川儿去参军呢。哎，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啊。哎，川儿不错啊，前途无量的。你也认为这孩子有前途？嗯，当然啊。可是孩子，你还是有毛病的，脾气太倔。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他认死理儿，一条道跑得黑的。这不算个毛病，到部队一锻炼，嘿，那就是块料。哎，你们俩练练重量。你干活了啊。嗯。嗯，没事啊。哎呀，我这前脚给你搭桥，你这后脚就拆呀。你不用别人施舍我。都这会儿了还嘴硬。姐，别去扯他啊，丢人。不是，人家郭良现在是教育局的副主任，那可是棵大树啊。就你这样天天跟秦真怄着，那郭良能给你甩好脸子？真是，郭良又不是他男人，怎么了？哎呀，那是他相好啊。谁也不求。那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就没辙了，你自个儿受着吧。我自个儿找郭良去，让郭良给我平反。没烧糊涂吧你？郭书记，我要求郭。
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你可以走了。我不，我就是要求调查清楚，是有人想陷害我。组织上是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。是你的，我跟你说啊，干校那地方苦，不能亏着自己啊。拿着，姐，我走了那个腰疼的病，记着到医院去看、啊。行了行了，你就甭惦记我了，我死不了。别跟大娘说我去干校了，我不用说，说了我还嫌丢人呢。妹子，到了那儿，甭跟那帮人一般见识，不能呛着。我不在你身边吃亏，听着没？哎，你不让人省心，你这跟个孩子似的。行了，走吧，我自己走吧，别去送我了，太丢人了。连续几天连点油水都没有啊！我这也是无能为力。你发挥点主观积极性嘛，想想办法。条件就是那样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什么态度啊？巧妇难做无米之炊，这跟态度没有关系。巧妇，可惜你不是巧妇。你看，小仁德这就这个样子。我跟你讲，他这是故意在刁难你。你说咱这谁来不行？偏偏来个姓厉的来当主任。这下好了，小仁德知了。我跟你讲，三年前他跟咱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专政和改造的对象。你看现在摇身一变，唰成了基层干部了。哎呦，你看他那个张狂的样子啊！他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咱这些死对头都掐死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他这种人。行了行了，我这说到他我就生气。我真该在你的嘴上安把锁。他一直跟你过不去，你不清楚啊？我傻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他这就是欺人太甚。反正他要是不把我欺负得那么厉害，我也就都忍了。你能忍，可我就棒就爆了。我跟你讲，前天我在谷场上，我以为大家累了，我给大家吹一曲。他来了，你知道干什么？一把就拽过我这个萨克斯，啪就给我摔地下，摔碎了。他把你的萨克斯给摔了？可不吗？一下就给我摔碎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董博洋什么人啊？体力上的辛苦那我都能忍，可是人格上的侮辱，我不能忍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这话是以前你跟我说的。都这步田地了，还有什么谋可乱？不要，你说这种日子有头吗？金振，有，还有，真有。有一句话不是说得好吗？否极泰来。等吧，啊！
十一，要你一封信。哎，谢谢啊，麦面。川儿来的。妈，半年没见了，您挺好的吧？我这边都挺好的，住我娘家里。娘说妈天天都想我，我信。妈，我现在学会了农活，还学会了开手扶拖拉机呢。您再来的时候，我去公社接您。